7月4日0时至24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3例，均在延庆区，均为轻型，隔离观察人员2例，社会面筛查人员1例。7月5日0时至15时，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4例，延庆区3例，通州区1例，普通型1例，轻型2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例，均为隔离观察人员，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，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。